嚯，新式炸酱面。挺好吃的。北京人真的拿夏天就拿这个当饮料，因为它开胃，就拿这个蘸豆汁喝，豆酱油条一样、啊。对，就跟豆浆油条道理一样。这个好吃的。这个好吃是吧？好喝的呀，这芝麻酱好香啊！这阿姨上面撒的都是黑白芝麻，哇，面茶是这种味道，确实很好喝，那个口感是我之前没有在别的食物里吃到过的。上菜。好厉害呀！这家我有点惊到了，这都可以涮了，我涮点，可以涮了。这给你们点肉，这是什么？这都好了，我先吃了啊。吃啊吃。嗯，好吃。好香啊！我要开始煮牛肉了，好香啊！嗯，超香。感觉这个挺好吃的，好香啊！开吃，开吃！贼下饭吧，应该巨下饭。好暖和呀、啊、烟熏火燎的。能吃是我们的师傅在炉子上烤完之后给您端上，再配上我们的烧饼。咱们就在这儿午吃，哇，现在给您烤的是这个烤牛肉，烤肉碗就是以烤牛肉为主，肉先放在上面，让它稍微热一下，不然的话紧扒了它会碎的。哎，他们这肉，就是什么牛上脑啊、外脊啊、和尚头的肉，这是最嫩的，对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对，您说的是，还要把那个肉筋去掉。它的味道已经拌好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是提前腌制好，腌好了。对，用我们的蜜汁。
可以享用了。好，哇，绝美绝美！哇，这个好酷、哦！这就是无烤的好哈，自己想怎么吃怎么吃。对，来大家讲。嗯，哦，好吃哎，就很有锅气，感觉大厨在炒的时候哈，那个火都翻到那个锅里了的那种味道，飞起了，我已经飞起了，它真的很好吃。您吃的这个肉呢是上脑，精选牛肉最嫩的那个部分。哦，来碗米饭。